我问我的答案给大家，因为上一次大家很多人在问，就是我希望大家，我其实吃两款的面是哪两款？好，一款就是魏那个魏王的原汁牛肉面，然后一款是统一肉燥面，这两款是我们家常备的。那统一肉燥面呢，会拿来煮汤；那统一肉燥面我也会拿来炒泡面。我炒泡面一般我用三种面下去炒，一种是统一肉燥面我会下去炒，还有一种是辛拉面我有时候也会炒，然后还有粗咸一丁。这三个是我比较拿来炒泡面的，汤面的话就都是原汁牛肉面。我觉得台湾的泡面每一家都很厉害，所以为什么我说没有我没有遇到难吃的，我真没有遇到，还是我喜欢厚道。